经过这学期的强校创作，台南社区大学大江分校海尾调风宫和大江留学学校，正百位的这个学生哦，甲师生做伙要伫正月十五来举办着大庙行学见证两百年学习博览会，顶些学员的学习成果。博览会当中哦，拄好是上新杰，嘛借作品哦来感谢众生明。台南社区大学大江分校舞蹈班发表中心谢天新舞剧。进行这学期学员学习成果，也感谢台德公两百年来守护台江居民。这是台南社区大学台江分校海尾调风宫和台江留意学校数百位青书生，经过这学期的强恶创作，将在正月十五举办大庙行学见证两百年学习博览会。啊，咱先民伫遮哩六七代人会当伫即个台江地安尼石板盘啊，到今仔日平安顺遂。啊，咱安南区即阵是咱的名叫做安南区，啊，古早咱上早名是台江。其中班委班和高二班学员也将台江留意的生态融入伫作品中，展现台江美丽。就是有雕刻性以外，它其实还有附属性，就是说我们也会鼓励我们的学员。就是印完这些作品之后，然后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去认识到，他们所制造出来所谓台江的一个意象。小菜碟、菜盘这些东西，那在这些东西呢，他们呈现的不是只有盘这些东西而已，他们会把这些意象表现在这些生活使用品上面，就是说生活就拥有美感。正月十五号博览会当天，除了有静态课程体验，阁有音乐班学员伫庙埕表演，舞蹈班学员也将发表新的舞马，表达舒心迎接台江竞争两百年，谢天谢地的期望精神。记者孙英和阿南区采访报道。